徐天佑昨日同赵学而、小肥、张健星出席咗个选秀宣传活动，提到啦佢之前喺社交平台贴文，话同合作廿年嘅经理人正式完约。而因为贴文讲到咧曾经遭一沉八踩，所以咧就引嚟唔少是非。旧拍档黄又南咧亦都被牵涉其中。我觉得啲事唔好让佢再继续去发酵啦。私底下冇嘢，我哋冇嘢嘅，只不过我哋冇联络啫，系啦，因为我哋都呢好长时间冇联络，系。天佑同经理人合作结束之后重新出发，而他演出 Feel TV 剧集2月29日的续集940920亦都很快就会开拍了。下个礼拜嚟紧就会开了。我都是我10月都要开工了，因为所以自己都 很期待。你今次演同上次是不是都有很大分别？他说整个剧本是很多人都改变了，唯独是我的角色 Ryan。是冇改變嘅，我話點解我去試做完，點解啲衫都差唔多嘅？因為你係專一噶嘛，你最長情嗰個咁咯。